算是安分。劫色了，这么狂野，不会是我绑的吧？走啊！我警告你啊，你离我远点，不要对我行不管。我对你行不管，姐姐，你看看清楚，明明是你昨天晚上折腾了我一宿。放开我！你听我说啊，我不好这口的。嗯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大家呢都是成年人，既然我们已经，那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你。这里面的钱呢，足够你在酒吧打一年的工了。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拿了这个钱，我们就两清，以后再也不见。你不拿。不会还存在什么小心思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没有见面的机会。不过说实话，你这个小帅哥做这行，可惜了。要不是老头子非要我和顾家联姻，我才不会找这种废柴。你好，是夏小姐吗？竟然是他！我这个人吧，比较强势，要想做我的老公，你可要忍受。顾总事业有成，可惜相见恨晚，没见到顾总的真本事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婚后慢慢认识。要不我们出去走走？去哪儿？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我说这么硬气呢，原来傍上富婆了呀。我警告你，别乱来。装什么装，你不就是顾家的一个窝囊废吗？我看你和你妈一样，都是贱胚子。谁给你勇气敢打我？我给。你一个女人还想打我不成？当然不是。这家店我买了，给我丢出去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夏千歌小姐和顾成峰先生的订婚仪式。请问夏千歌小姐，您对顾成峰先生的印象如何？未曾恋爱，不曾了解。顾成峰先生，您是否愿意与夏千歌女士确立订婚关系？当然，能娶到这样优秀的妻子是我的荣幸。夏千歌小姐，您是否愿意与顾成峰先生确立订婚关系呢？我不愿意。你，千哥，要让我跟顾家联姻也可以，但是我要跟他。这，爸，我就是。顾承泽先生，你愿意和我结婚吗？我
我愿意。这小子疯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宣布啊！啊，那我宣布。慢着，小强哥，你究竟在做什么？下面我宣布，夏强哥、顾承泽正式结为夫妻。太不像话了！夏强哥跟那个废物结婚，收拾他，必须收拾他！不是，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呀？我这不替集团还有爸爸着急吗？谦哥没能和顾成峰结婚，那夏氏集团的总裁肯定不能让他做了。爸，您只说让我跟顾家联姻，哥哥还是弟弟不重要吧？我觉得不重要。你好，您的酒。谢谢帅哥。神经病，别闹了行不行？这已经是你赶跑的第四个顾客了。是女顾客，我现在是这家酒吧的老板，我自负盈亏。随便你吧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到我那儿住啊？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呢？我已经说过了，领证这事儿不能这么草率。再说了，咱俩现在这关系住在一起不方便，对你名声不太好。订婚宴那天你可是答应要跟我结婚的，现在想反悔是不是？我是说过，但这件事吧得从长计议。从长计议。其实搬我那儿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这样你就不用天天在顾家看人脸色了。第二次看，但这线条也太美了吧。你在这儿干嘛？哦，我帮你把沙发给铺好了，你今晚睡这儿吧。你干什么？睡前喝杯红酒有助睡眠哦。不喝。那晚安，祝你好梦。